们刚到铁路局露营区，然后外面超冷的，这是车子显示外面的温度 2.5 度，那我们就先观察环境吧，先下车咯。现在是在五峰的铁路局，那帐篷现在是8点了，啊，帐篷其实在差不多6点的时候就搭好了。对，那我刚刚在煎一个，煮一些晚餐，然后等一下要拿下去，因为我们这边是 A 区，等一下要去 C 区找那个我女儿的国小老师，因为我们是他们班同班同学团路，那现在就要下去了，先这样子了。看不清楚。妈妈，我被看到了。真的？有什么用啊？我看。小心啊！这里。所以你小心。没了。这个烧比较快。我没了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我们花生。那红豆，你看你这是在底下。徐老师说什么？两个客厅帐，刚大家在聊天，酷哦。那昨天晚上夜冲，啊，这边现在的昨天的温度大概是晚上睡觉温度大概是1度或2度这样，快冷死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区域是 A 区，那它这边有 A B C D E 吧，那我们现在在 A 区 ，A 区环境就是大概这样子。然后上面这边好像是银主他们住的地方，对。那这边就是 A 区，那 A 区这边前面有个生态池，我们去看一下。那这边就是下面这边就是 B 区，然后就是。厕所前面那边就是厕所跟洗澡的地方，晚上洗澡的时候水还蛮热的，还 OK 啊。对，那这边就是 B 区，那这边就是 A 区的入口，然后 A 区入口往下这边这条路就是它主要的道路。那向下走呢，这一块就是 B 区，然后这边是 B 区的入口，然后大概是这样。那下面这一块呢就是 C 区，那我们这次是跟学校的老师来的，然后我们是包了 A 区 C 区还有下面的 D E 区，那西区是最大，这边可以打8仗。8仗，对。然后前面那两个，这个是老师的帐篷。对。那前面那个是我们昨天在那边吃饭的地方，客厅帐篷。所以这边有个牌牌 ，A、B、C。下面就是第一区，那这边就是我们从外面的主要道路后来接上来的，他们铁路局的
道路，对，然后就一路这样上来，然后上去。然后从这边走的话，这边下去就是地区，那边就是地区。那这边就是一区，不大，两丈。西区完了。啊，我感觉在里区那里啊，我直接在你，我直接。他们要过来了。好，来踢足球。好，抢球！哦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出界！闲晃，很冷。走走不行了，四度而已。四度啊，现在脚又开始动了。他要去走一走，比较不会冷。那这是我们 A 区目前就定位的帐篷。要开始下去晃晃了。我们上面也只放了四张。对啊，四张，标准是五张啊，然后我们放了四张。现在在煮要炖排骨，然后营区的温度看起来是大概四度左右，超冷。洗完手是红的哦。嗯，红色。褪色的吧？褪色的。对啊，那来吃个晚餐。Go go！ 你站在这里看第一个，会啊，你这样会最惋惜，好不好？你这样那个打火机要不要再从那边？不要接过来就好了。好，有了有了，来。有了，明月你的好了。哇，我在钓鱼。有了，着了着了，往后。哎，小心小心呐、啊，小心一点。前面最前面，对。前面。还有，要再放久一点。我都歪掉了，谁叫你要歪？哎，你们两个不要抖嘛。好了可以了，有了，哎，有啊。你这样讲话就不对了。就不要用到我。小心啊、哦。你怎么先对我吐的？没有，你看越来越大了，头变绿色了，你看。站过来一点，站过来一点，不可以对着人哦。来，旁边，哎。哇！我要去旁边。好闪亮哦！我还想要再有。好酷！我去拍摄。你敢玩吗？可以哦。有太吓了，别那你去跟他喷柴油火，这边都没有。有喷到油，怪。现在在帐篷里面，然后我们全部都把它关起来，因为太冷了。太冷了，关起来，好不容易，里面现在8度，八度了。原本两度的样子，然后现在变八度，太可怕。然后全部都收一收了，收干净了哦。然后有一个小桌子在泡茶，吃开心果，吃开心果，配茶叶。明天就赶快冲回去，这边实在是太冷了。好冷哦、喔！拜拜。小胖正在玩游戏。你明明就还有魔法球。他们在玩。他明明跟你。矿工。没有，他是被拿走。矮人矿工。还有右手。然后大家都快收的差不多了，我们也是剩帐篷。好了，等一下收一收，准备要走了。